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娇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平价又百搭的打底针织衫，我们一起来打开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打开这款红色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款红色真的很显白，真的很好看耶，而且呢很有节日的氛围啊。如果说过节的话，穿这个颜色也是蛮好看的，比如说马上要过圣诞节了，也是可以穿这款的。胸前这里呢是做了一个小熊刺绣头像的，是非常可爱又有活力的感觉。有个小点缀啊，如果说它只是一个纯色款式，肯定是没有这款刺绣小熊的可爱又时尚了。这款打底衫呢，它的领子呢是这种圆领设计，并且呢旁边还带了一个拼接螺纹口，就感觉非常显质感啊。另外呢，它的弹力也是非常大的，像这种圆领的话也是不高不低的，就非常适合我们秋冬的时候做内搭，然后单独穿也是非常好看的，露出一点脖子的话就会非常显瘦。它的面料呢，手感摸上去也是非常柔软亲肤哈。这款针织衫呢，99块钱买的，我觉得性价比真的超高。它总共有四个颜色呢，我买了一个红色和米色回来给大家对比一下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这款呢版型呢也是非常宽松的，非常遮肉哈。然后侧面呢是带一个开叉的前长后短的一个款式真的还是蛮时尚的。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个纯色光版的了。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米色，它总共有四个颜色的，这款米色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。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件针织衫呢搭配一下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막상 뭐 별거 있나? 손 잡고 걸은 사람 하나 없는 내게 오 사랑 노래들이 너무해 나만 빼고 다 사랑에 빠져 봄 노래를 부르고 꽃잎이 피어나는 앞에 살랑거려 다른 얘기가 듣고 싶어 한바탕 看完这件打底衫的搭配呢，真的觉得这款版型还蛮不错的。它的版型呢是属于宽松的，就很遮肉哎，就是不管是任何身材的话都是可以穿的，它是完全不挑身材的哦。另外呢，它的小熊刺绣穿上身真的是太显活力了，而且又很减龄，比那种普通的纯色的针织衫要好看了很多。另外呢，我是贴身给大家穿的，没有任何扎人的现象，它的手感摸上去也是非常柔软的。99块钱一件呢，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算超高的。它总共有四个颜色，颜色呢都挺不错的，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哦。我觉得这款身上的米色呢，还有这个红色呢，都是挺百搭的颜色。这款红色呢是比较喜庆有节日氛围的，另外呢它也是很显白的一个颜色哈。如果说过节日或者过年的时候穿，我觉得非常合适这款红色。然后米色的话呢，这款呢就比较百搭了，日常又百搭的一款颜色。这件针织衫呢和小娇一样，无论是做内搭还是做单穿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喜欢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